好，我是何丽，现在呢，我是在成都的机场，此刻准备前往山东烟台，我要去蓬莱仙岛成仙去参加官方的一个活动啊，去几天。我今天出发的时候呢，忘了带身份证，然后我第一次知道，原来不用身份证也是可以登机的。 APP 上注册一个民航临时乘机证明，就可以不用身份证，也可以登机了。现在有手机真方便，啥都不用带，都可以走天下。昨天晚上呢是一夜没睡，4点多就从家里面出发了，所以这会已经困得不行了，到飞机上去补觉去，睡一觉就到了。 我是一觉睡到了山东，从上飞机开始就一直睡，没停过，直接到人都快走完了我才下机。云游四海的 ，Hello， 建老师是吗？啊，对。 到了，签到处。办房卡是去哪里啊？您是这边参加活动的？对，陈巧丽是吗？嗯，对。是的，等等，然后您拿身份证到对面办理入住。哦，好的。现在是来到房间了，整个房间给我好惊艳的感觉呀！我这次呢不是出来旅行的，是旅游的，给大家看一下整个房间，太棒了。 他这边整个房间呢是采用开放式的洗漱台，看起来整个房间就非常宽。看一下床上呢有西瓜视频的 logo， 看起来非常有感觉。然后这边是准备了甜点和水果，酒店，然后这是西瓜的。 还为我们准备了这个，看一下有些什么。哎，有衣服，然后来换上看一看，有一个帽子，这是个包包吗？原以为是个包，但打开过后，我不知道它是个啥，眼罩吗？枕头加眼罩。 这也太可爱了吧！帽子，小帽子，这个衣服呢是挺合适这边天气的。我穿的衣服它是加绒的，因为四川那边最近这两天天气比较冷，没想到过来了过后，这边天气稍微热一些，还好这个刚刚好，不冷不热，还有一把伞。 然后这个房间让我最惊艳的地方呢，不是这里，而是等等，推门就能看到海耶，海耶，在房间里面躺着也能看到海，太美了。住的是海景房，可以沿着外面。 海边，黄海骑车，真棒！中午就吃一个飞机上的简餐，看一下，他这边的做的好精致呀，无花果的，甜而不腻，太棒了！以后西瓜只要有活动。 通通参加，通通参加。那边居然有人在海钓，这样能钓得起来鱼吗？还有这边，不知道在海里面捞着什么。休息休息。
晚点下去再说。晚上非常丰富的菜品，特别多。一盘子满满的海鲜，主打的就是吃海鲜。走。超级棒。就以前像这样海鲜限量的，现在不限量随便吃，占你不花。不限量随便吃，这个超级的棒。召唤比较啥？我们可以几个？我是一点都不淑女，就拿着手就叭叭叭叭叭，随便整。山东文化还是比较菜的。这个紫金山都是新的。嗯、山东是谁知道？文化山东是四个字。好大的暴雨。今天呢，吃海鲜是吃美了的。在山东呢，是会待上三天三夜。明天呢，上蓬莱仙岛成仙去。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啊，昨天。到现在就在飞机上睡了2个小时，困死了。明天见。